对对对，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我的老师呢，就是比较那个，他先把那个纸打湿了以后，然后再。那个这样的话呢，它的那个墨色呢，它变化更多啊。那好，因为已经湿了嘛，已经湿了，所以它的变化就多了。OK。The tip of the brush, you know, actually is irregular. Because it's irregular, so you have more variety to change. Okay, so it's not that kind of. See, all right. Or else your every line, every stroke will be very regular.下一堂课的时候，没有下一堂课哈，就是我们要停一堂课，所以给你一个礼拜的时间，让你去回家呢，稍微去实习一下，试验各种方法。Paper has to be right, okay? If the paper is not right, it's gonna melt, okay? So I use the paper, I select the paper, it's kind of... 要硬一点还是软一点？要硬的。Oh.
而且要粗面。Yeah, rough size. The water will let the cloud change. Okay, the same thing. Give a little here. So it's easy for you to make a cloud. Okay.狼鼻是在什么时候运用上？狼毫你有几个地方有三十的地方，像我这个是尖毫哈、啊嗯，我用的是尖毫。狼毫的话呢，你三十石头很硬的，还有呢就是你要画树的时候，狼毫比较树干的时候，呀、嗯，啊，这两个地方都可以用，反正你想到它要表现它的质感。很硬的时候，那像我现在在学那个梅花的话，画树干的时候，然后就比较适合用树干。对，树干它的味道就会有这种味道。OK， 因为这种味道你用羊毫搞不出来。但是如果说笔尖画到后面，笔尖会散开没有关系，就散开就散开。我刚刚不是散开吗？对，我看你散开了。你看我整个画就是这样散开画的。我的老师他用的会到，他是用这种，这种的狼毫，长毛，画的时候整个散开。散开没关系。呀，散开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啊。那我们刚开始学，我就散开，我就不行，赶快加一点水，让它回来。我刚刚就跟他讲，来，再说一下。OK， 喜欢哪一种？都喜欢，都好喜欢。Different, right? Yeah, different. 粗犷嘛，对。Yeah, 好，然后呢，你到位有一点云影子的时候，有一点云影子的时候，你再把它加深，就那个就把云逼出来了。你现在画的好像是天气比较暗，所以你比较暗的暗色比较多。那个。到它干的时候很亮的我观察了真正的云也是这样，下面一条黑的，对呀，你白的地方就是你的云了，就把云逼出来了啊。所以这个就是说你刚开始的人呢画不出来，因为它一定要变成 square 或者说一定要变线，没有这回事，你就是按你的这个需要，哎，我就这样子出来 ，OK， 那就比较，你如果一条线和什么的话，你就会很呆板，很呆板啊。所以熟能生巧，画画就是这个样子，没有什么多大学问。那个通常呢，我没有时间那个染哈，今天我们都没有时间染，我不能教你染。染的时候就是把这个云的时候把它染一点蓝色在里面，就会更烘托出来了，就把它的那个云更烘托了。就是你的意思是说先那个黑墨，先黑墨打底，然后再来彩色上去。对，再用蓝色。
我很喜欢这个。很好，对呀，非常 natural。